新冠肺炎确诊数字回落，但四月发展商推盘数量不及预期，多个大型项目延迟至五月才正式登场，令本月初至今暂时仅录逾780宗交投。市场料全月亦只有约800宗，较三月录得约1200宗，急跌逾三成。据一手销售资讯网资料，本月虽然已有四个全新项目启动销售，但未能带动一手销量按月进一步上升。要数开售成绩最突出项目，是新鸿基地产00016的屯门御海湾二。该盘于上周六展开首轮销售，至今沽127伙，首批单位几近沽清，销情价量兼备，而特色户以尺价逾30000元获承接，创屯门市分层住宅尺价最高纪录。项目暂已吸金逾9.3亿元，亦成月内超过100个开单一手盘中，唯一销量达三位数项目，该盘明日将进行次轮销售。事实上，多个原定本月有机会登场的新盘，至今仍未推出市场，主因是受预售楼花同意书批出进度等阻碍，当中包括中州置业位于沙田火炭站旁的星海提案。该盘提供1335伙，发展商日前再次表明，项目的筹备工作已近完成，希望可于短期获批售楼，并于五月开售。另方面，大额豪宅交投保持畅旺，如保利置业集团00119的屯门青山湾洋房项目津裕，四月初录得首宗成交后，至今累沽7座洋房，套现逾8.6亿元。其中17号洋房实用面积4234方尺，连双车位成交价逾1.32亿元，尺价约31389元。无论售价及尺价均创楼盘新高。